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现在在云南昆明。昨天住的地方环境很差，然后今天准备换一个新的地方，住那个胶囊旅馆。这个胶囊旅馆是开在一个小区里面的，现在我们走路过去，马上就要到了，去看一下这个胶囊旅馆。在网上看的图片还挺不错的。就是这个小区是吧？我们订的那个胶囊旅馆就在这个小区上面，在六栋，然后是14楼，现在准备上去。这里是官渡区，然后官渡区跟五华区很近哦。啊，没事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是位于火车站周边，距火车站只要差不多150米左右。才150米吗？这里到火车站？对啊。150米左右，绝对不超过150米。嗯。这边有很多酒店，因为这边租不出去嘛，跟你说了，嗯，坑了好几年了。伊莱克酒店旅游，啊，住在这些地方，住高楼上看风景还挺不错的。看不到风景了，窗户，很多那里面窗户都很小，不过这地方是好小。啊，这个小区挺大的哦。是啊，新建的，新公寓，怎么到处都空的，没人住啊，租不出去啊。那房价应该便宜啊，白天房168000。筑梦者是这里啊。到了，没人这呀？在哪呢？人在坐下，上来没人在，没人在就坐一下。过去了，你们在其他城市是不是还有店这个店啊？我怎么好像在深圳有见过这个名字？你们可以把东西放下去，嗯，放在行李柜里面，嗯。82上面。你放下面，你放下面。嗯，上面盖被子，放下面。610。602。18。卫生间。8块钱洗衣服。洗衣服8块。妈妈洗衣服8块。这边来说，水清这里，水清啊，嗯，610啊，
在卡上有啊，房间号啊，月亮610。里面，你接。男人拿手，他们打手。这一家。他们打手。哇。他们打手。他们打手。这个。这个。幺零的时候，零九幺零嘛。啊。他们打手。